由於我細個咧就係呢個 Beyond 嘅 fans 嚟嘅，咁所以咧呢一張碟咧我就特別中意，叫《秘密警察》。咁啊，一攤開咧就有當時嘅即係 Beyond 四子，因為佢 band 生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喺黑膠碟聽咧，你會聽得好清楚、好清晰佢哋每一個人玩嘅樂器啊，即係啊加區支吉他、拖支吉他、加強支 bass 啊、細龍鼓，你都聽得好清楚。由黑膠碟聽到佢 CD 嗰陣咧，我係覺得 CD 真係無敵嘅，因為 CD 係冇塵啦，佢唔會有啲炒蛋聲啦，又唔會嚇、即係會勞損啦。咁初初聽嗰陣，哇 ，CD 真係好正。你數碼啦，都係將一條線好微細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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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到好細嘅一點。咁咧，所以咧佢一定唔係一條原聲嚟，而原聲就一定好似以前黑膠碟咁樣，所謂 analog 成條啤落去嘅。咁佢一定咧會有一種嘅原汁原味喺度。揀一啲啱你聽嘅音樂先，因為咧老實講，你要真真正正去分話哦，CD 嘅聲好啲定係黑膠嘅聲好啲咧，其實我諗都要相當之專業同埋你套架撐啦，都要好靚你先可以分到，呢個係必然。反而咧，我覺得佢欣賞音樂係另一個呢、這個另一個層次，即係黑膠碟帶俾大家就係話俾大家知啲音樂點樣嚟啊，你點樣去鑄咗只黑膠碟啊，你慢慢去鑄嗰陣咧，你會感覺到嗰啲音樂啊點樣出嚟啊。